二十号再起，中部雨势时代了更加强，造成波岩排水顶多条区域的排水水位升高。因为这河中的布袋岩将桥面塌掉的影响水流，嘛就有可能将桥梁冲坏去，引起民众的烦恼。好像乡长就安定以及乡民代表黄浩明，一早是到场巡视，随着争取管府会当赶紧协助将水道通通地解除危机。一跨过去，一大片青嶙嶙的景象，予人叫是来个草地。大雨落了，又搁紧又搁急，加上阵阵复兴的桥梁，这差一点啊，被一挂布袋岩冲歹，就惊代志搁再重演。乡长就恩定代表黄厚明，赶紧来视察，也积极甲管府联络，赶紧协助疏通水道。这家是咱后营乡的顶边排水吼，啊，这条排水是为波岩吼，啊，所有水啊拢排入这条过来。规条沟内底吼，全部拢是布袋岩。啊，咱的乡民代表吼，啊，即正规工，我那有来指挥咱的啊，管政府吼，啊，管政府本来有排定啊，这两工吼要来清，啊，但是我看已经袂赴啊吼，因为这个因为天气的变迁吼，啊，拢都急水雨吼，啊，规个水拢排位车过来，规拢塌掉嘞吼。啊，下管路会当安尼赶紧吼，啊，派这个怪兽赶紧来清。啊，若无恐惊吼，去淹着咱所有农作物吼，会造成水灾吼。三十年前吼，因为布袋岩的关系吼，这个桥就冲歹去，冲歹去以后，民国八十四年阁重建。啊，这个所在地理关系吼，因为边啊河滩地形多吼，所以导致布袋岩就容易生长的，都头前阿边拢各三百公尺啦吼。即马水遐尼大，若是头前个水放落去，是冲的，就是拄在咱桥顶，拄在这镇明桥甲这竹围桥。一百十年吼，四月是就是因为这情形，这个乡长当时嘛有反映这代志哦。管府当时哦，两大怪兽吼，用一天的时间紧急来这清这布袋岩。一百十年的时候，这个布袋岩是六十米的深，三米的深度吼，所以当时迄种的是较危急的。即马马上若是水放了了，就甲110米同款意思，到时候桥也可能会冲垮。另外，就讲各种外口机车、汽车经过，水是喷甲真高，就好亲像是一条河共款，真离谱。咱这是咱迄个鹿港河中吼，有啊，福兴乡诶桥头村吼，咱的村长吼，伊才五点外吼，就来这伫咧巡吼。这呢，鹿港高中这个所在地势较低，每一边啊都急雨吼，拢会积水。伊个积水的这个宽度吼，大概差不多是20到30公分吼，影响到咱鹿港高中的这个囡仔，要来读册吼，拢爱尿水吼，这非常困扰。但是咱福建乡公所呢，有咱向咱的这水资处吼来反映吼，水资处这边嘛有甲咱答应，伫这两年内底吼，一定会甲咱改善。咱伫这个所在吼，要来做一个这个蓄水池吼。做几个蓄水池，这个蓄水池呢建制完成之后，我们整个这个排水就会改善哈、因为这个是长期累积下来的一个积水的一个状况哈、现在又天气变迁哈、都是下雨，都是要下相当的急，然后一下子这排水都没有办法马上就把它排除干净哈、但是如果说雨水一停下来，大概一个钟头之内哈。它这个雨水就慢慢就会消失掉哈、我们希望说哈、水资处能够积极的哈、赶快的帮我们来做改善哈、才不会影响我们鹿港这一些小朋友在读国中的时候上学之路哈、大家都要涉水而过哈、非常的危险。目前福兴乡公所也向水资处争取规划，伫咧两年来会建置蓄水池，改善积水问题。好，鹿港高中的囡仔唔免搁再撩水入去校门口。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福兴彩虹报道。